平安，今天是美好主日的早晨，让我们就一起大声的欢呼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！要相信今天神要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 ，Amen！ 跟我一起来拍手。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赞美他，起来敬拜大君王。在他宝座前屈膝，他成就大事。看他心何等大事，他的爱超越一切，他成就大事。Amen， 他成就大事，他成就大事。哦，天堂的君王，你胜过死亡，打破一切捆绑，被掳的释放我身，你成就大事，在自由中苏醒，我跳舞欢唱，主耶稣我救主，高举你生命我身，你成就大事。再给我们神一个热情的欢呼，哈利路亚！一起来唱。风暴中你心事可靠，一起来拍手。直到永远心事可靠，你成就大事。我知你仍要成就大事，你的应许实在永可靠，你成就大事，你成就大事。哦，天堂的君王，你胜过死亡，打破一切捆绑，被掳的释放我身，你成就大事，在自由中苏醒，我跳舞欢唱，主耶稣哦救主，高举你生命我身，你成就大事，哦天堂的君王，你胜过死亡，打破一切捆绑，被掳的释放我身，你成就大事，在自由中苏醒，我跳舞欢唱，主耶稣我救主，高举你生命我身，你成就大事，们神为我们成就大事，哈利路亚，神超乎一切，哈利路亚，神永不动摇，哈利路亚，你成就大事，成就大事，一起大声的来唱，哈利路亚，神超乎一切，哈利路亚，神永不动摇，哈利路亚，你成就大事，成就大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神永不动摇，哈利路亚，你成就大事，成就大事，哦天堂的君王，你胜过死亡，打破一切捆绑，被掳的释放我身，你成就大事，在自由中苏醒，我跳舞欢唱，主耶稣我救主，高举你生命我身，你成就大事，你成就大事，你成就大事，哈利路亚，你成就大事，一起来拍手，们神今天为我们成就大事了 ，Amen！ 所以让我们一起给神一个最大的欢呼，因为他今天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，哈利路亚！更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
双手一起拍手，一起带着信心来宣告。一路上虽有荆棘，却看见应许之地，我们呼喊你的爱，迎接最终的胜利。当惧怕包围我心，像耶利哥的城墙，我们呼喊，我要呼喊你的爱，就看见恐惧倒塌。山要挪移，神的百姓来宣告，都被你撕裂。别我恐惧谎言，我歌唱真理，在你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给下一个星星的呼喊，哇！哈利路亚！天有时黑暗隐藏，愤怒偷走。信心的呼喊，信心的宣告，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还有城墙全都要倒塌，全要让它倒塌。预备好你的欢呼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！哇！我们给神一个信心的呼喊，一个经历突破的呼喊，哈利路亚！准备好，我们一起来宣告。都要倒下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
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你，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他。阿们。我们最大的赞美，我们最深的敬拜，都要献给万王之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。哈利路亚。好不好举起你的双手，今天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毫无保留，敞开你的心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伟大的神。一起来唱，耶稣我翅膀，愿献上我生命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是我心欢喜，虽经失恋，我灵歌唱我翅膀，耶稣我翅膀，愿献上我生命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是我心欢喜，所需，有了你就有了一切。哈利路亚，基督是一切，基督是一切，我就完满喜乐，盼望永远不失败，天堂是我家。时候，我们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最美的祷告，因为当我们决定要跟随主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我们。阿们。是他呼召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哈利路亚，举起你的手，大声地对着主来说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
是要紧紧的跟随耶稣，主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，阿们。我们喊三声主啊，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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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永远紧紧的跟随你，紧紧的跟随你，主啊，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决定，主啊，跟随你就跟随到底，跟随你就有出路，跟随你，主啊，我们就抛下那一件拦阻我们的事，上帝，在这一年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十架直跑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在前方带领我们，你就是我们的一切，上帝，我们赞美你，弟兄姐妹，更多的来祷告，大声的来祷告，在早晨的时候就向着主来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全心跟随你，全心跟随你，是的啦，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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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哦，是的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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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对，你可以唱大声一点，永不回头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十架在前方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世界在前方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邀请每一个人，我们早晨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面前祷告，因为感觉这是一个很神圣、很重要的一个决定。这不是只是口号，不是只是唱一个歌词而已。而是当我们跟着主说我们要来跟随，我们要来跟随的时候，你知道其实主在跟我们讲的，我们有很多那些挂虑拦阻我们让我们分心的事物，其实我们需要先放下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不知道早晨当你在唱着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，可能是那些的重担，可能是那些环境上来的压力，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隐而未见的罪，就是当你每次说我想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总觉得力不从心，或是你觉得你要做出这个决定，心中都会有挣扎。但今天早上，我觉得是主在对着我们说，我已经把我的生命都舍下给你们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跟随他呢？阿们。所以好不好，我可以再次举起你的手，当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定睛在十字架上，定睛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宣告，让我们对着主说，主啊，十架在前方，世界在背后，让我能够抛下那一切，让我能够忘记背后，是向着十架来直跑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再次开口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哦，是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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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啊主啊主啊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决定，主啊，这是我们最认真的决定，因为我们要好好跟随你，要紧紧跟随你，要脱下那一切缠累我们的罪，要脱下那一切拦阻我们来跟随你的重担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今天你就为我们来开路，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，你就为我们来开路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早晨的祷告，来向着我们的主来宣告，我们已经做下了这个决定。阿门，阿门。十架在前，阿门，来宣告。Yeah.
告高举你的双手，跟着神来说，主，这就是我的祷告，这就是我今天早晨要做下的决定。我已经要做下这个决定是来跟随你。阿们。十字架在我的前方是我要跟随的，世界在我的背后是我不要紧紧的去抓住的。所以如果这是你要做的祷告，举起你的手，我们一起跟着神来说，这就是我的祷告。神，我在这里，你看到我今天早晨做下的决定，我做下的祷告，就求你带领我在这一年里面，我要经历更多的恩典，在这一年里面我要看见更多的祝福，在这一年里面，主，你就是我唯一要追求的。 Amen。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来祷告。 Amen。 主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做下的决定，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祷告。我们决定要好好的紧紧的来跟随你，来抓住你。主，我们就是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就是向着十字架要来跑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越过一切的困难，让我们能够越过一切的沮丧，让我们能够越过一切的失望，一切的伤心。主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告，这就是我们的宣告。 Amen。 Amen。 耶稣谢谢你。 Amen。有多少人，你今天早晨来的时候，你带着一些的担忧，担心在生病的家人，担心你的工作，担心你的经济，还是担心你的身体？有多少人你是带着忧虑来的？举起手，我们来祷告。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的，那些困难都会过去，因为我们的神大过一切。那些困难都会被解决，因为我们的神蛮有盼望，他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早晨你带着一些的忧虑担心来的，你摸在你的心上，跟着神说，神，今天早晨我把这忧虑全部交给你，我把这重担担忧全部交给你。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 Amen。 耶稣，今天早晨我们把一切的重担，把一切的忧虑，把一切的担心，主，都交在你的面前。那担心的身体状况，那担心的经济状况，那担心在生病的家人的，主，我们今天早晨都交给你，我们今天早晨都交给你。耶稣，因为唯有你胜过这一切，耶稣，因为唯有你胜过我们所有的担忧。求你这个早晨就让盼望进到我们的心里面，就让那些的忧虑愁烦全部的挪走。 Amen。 耶稣谢谢你，耶稣谢谢你。 Amen。 Amen。 耶稣，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就做下这个决定，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你，是一个永不回头的跟随，是一个永不回头的决定。耶稣，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也求你挪走我们一切的担忧，我们一切的沮丧，一切的那些的失望，让我们在这个早晨被你再一次的充满，被你再一次的浇灌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你得胜的名。阿们。 Ame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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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 Amen。 Amen。 大家请坐。 Amen。 大家请坐。